六个礼拜一次，六个礼拜吃来，分成第一个礼拜跟第二个礼拜。然后有东普通的就是有时候一个礼拜一次也是有，是东门捡一间，还是那边一间东一间这样子的，就是小型的咯。这种六个礼拜一次是大型的，最好是越多人我们就越快，因为你然后一间老人院你三四个去捡哦，会恐卡卡哦，捡到手都断了。是啊，一个 group 这样来到一下子就讲完了，没有为了什么啦，我们是没有为了什么，只是为了开心啊，为了他们一公开心啊，老人家开心我们就开心了。Gracias.